早晨 ，Good morning。起身嘅時候咧，第一件事咧，一定係要補補充水分 ，recharge 翻個人先。咪話呢排我多翻咗好多嘅健康生活習慣啦，所以我買咗好多健康嘅 healthy goodies， 我都好想同大家 share。所以我哋開始呢個 vlog 係一個 healthy food lifestyle haul 健康嘅啲產品。買咗超多嘢我今次，其實咧我一直以嚟都非常非常非常中意喺 iHerbs 嗰度買嘢嘅。我一直以嚟由清潔用品啦，去到一啲嘅健康產品咧，我都喺佢哋度買嘅。除咗選擇多之外咧，佢嘅價錢咧都係最 reasonable 啦，所以我每一次買嘅時候都唔會要好肉赤，覺得啊健康生活就有好多嘅取捨咁樣。所以事不宜遲，同大家 share 下我今次買咗啲咩先。第一樣咧想同大家 share 咧就係呢一個。California Gold Nutrition 嘅呢一個嘅椰子油啦，佢係 cold press 噶啦，同埋佢係 extra virgin 嘅。好多時咧，我整甜品嘅時候，因為我近嚟好中意研究一啲健康嘅 recipe 啦，咁我就好想有一個好嘅油嘅 base， 同埋因為我係唔食奶類產品啦，所以我就唔食牛油。咁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取代嘅一樣好好嘅嘢嚟嘅。同埋好多時女仔貪靚想減肥咧，都唔記得咗吸收油分嘅重要性啦。但其實去食一啲好嘅油分 good fat 咧都好緊要嘅。其實有啲人可能為咗健康，每日佢可能會畢一羹落佢啲湯啊，或者佢嗰啲 oatmeal 嗰度咯。呢一個牌子我係特別推介啦，我自己食咗好多次，同埋佢呢一個嘅價錢係非常之實惠。有時唔知點解 coconut 呢個都 extra virgin 嘅喎，同埋佢都係 organic 嘅喎。有時因為 branding 嘅牌子嗰啲令到佢價錢好貴啦，呢一個係平靚正，超級推介。跟住呢一個咧。就係 L-glutamine， 同頭先嗰個一樣嘅牌子咧，都係 California Gold Nutrition 啦。呢一個係一個 amino acid 嚟㗎啦。咁其實點解我會買佢呢？就係因為我前排咧做好多嘅 research on 有啲乜嘢嘢咧係可以保護翻你嘅 gut lining， 即係你嘅腸道嘅健康啦。咁其實 L-glutamine 係好多人係做運動啦，係想令到嗰啲肌肉嘅修復啊嘅時候，好多人都會食嘅。但我做咗好多嘅 research 啊，呢個其實係可以 support 你嘅腦部嘅健康啦，同埋你嘅腸道健康。咁呢兩樣嘢都係我自己近嚟都好重視嘅，所以我都好想買佢翻嚟咧，可以將佢直接溝落我啲果汁啊，或者有時頭先咁樣講，好似湯啊，你平時飲嘅水啊，乜嘢都得嘅。總之溝落你啲 liquid 度咧，我係好想買呢個嚟試下，睇下會唔會有分別。比較容易吸收同埋簡單嘅蛋白質咧，對身體嚟講都非常之緊要嘅。唔係飲呢啲蛋白粉咧，永遠就係要。bulking 變大隻咁樣先至去飲嘅，所以我呢一個咧係買嚟去 recover 一下我嘅腸道。我試完之後咧，再同大家做多啲 update on 佢喺我生命入邊嘅改變啦。都跟住啲品牌嚟講啦，呢一個咧就係最後都係同一個 brand 嘅，呢個就係一個 cacao powder 啦。cacao 其實係一個 super food 嚟嘅，係一個健康產品，但係佢食落去咧係有啲好似朱古力咁樣嘅味道啦。所以我有時整甜品啊，或者我加呢一個嘅 smoothie 啊入邊。都可以放少少佢，就會令到佢有香濃嘅朱古力味，但係又係健康嘅。呢一個係攞嚟做飲品啊、甜品啊，都係非常之適合嘅。跟住咧，我就買咗 Bob 先生 Bob Red Meal 嘅呢個 Flaxseed Meal 啦。咁呢個咧就係我而家想做一啲唔需要用雞蛋，我想做一啲 vegan， 做一啲全素嘅一啲甜品。咁我就買咗呢個咧嚟取代雞蛋嘅。最重點係佢都係。Gluten free 沒有腐質的。除此之外咧，我喺阿 Bob 度咧都買咗兩個其他嘅麵粉啦，因為大家咧如果有跟蹤我嘅話咧，都知道其實我真係好用心，希望唔好成日食咁多腐質嘅，即係 gluten。每次當我 gluten free dairy free 嘅時候咧，我個身體都有好多正面嘅影響啦。咁當然我唔係完全100% cut 曬啦，有時同朋友出去食飯咧，我都冇所謂嘅。但喺屋企盡量可以嘅時候咧，我都想做多一啲好味嘅一啲嘅 gluten free 選擇俾我自己。我買咗一個杏仁嘅麵粉啦，同埋一個係燕麥嘅麵粉，兩個都可以攞嚟整甜品。死咯！我買啲嘢翻嚟，全部都係攞嚟整甜品嘅，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同埋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研究到一啲好味正嘅 recipe 咧，我都會將佢 upload 上 reels。Sharing is caring， 隨便上網 share 咯。跟住我買咗呢個嘅。
嘅 Module Dates。 之前已經跟大家講過 Module Dates 和普通的棗咧係好大分別，佢係比較甜啲啦，同埋香濃啲嘅，而且佢嘅 GI 比較低啦，升糖指數冇咁高啊。對一啲好似我咁樣 insulin resistant 嘅人咧，這個係會比起普通嘅白糖好好多倍啦，同埋佢嘅味道係超級之好啦，喺香港 supermarket 好似 City Super 嗰度買係超級貴咯，所以咧買 Module Dates 我一定係喺 iHerbs 買咯，因為佢嘅價錢係最實惠噶。跟住我買咗幾盎嘅 butter 啦，我唔係好知點樣讀呢個牌子添。La Tourangelle， 因為它是法國的，所以 you know 法文 La Tourangelle， I don't know。 但是首先看它的包裝有多漂亮，除了它漂亮之餘，我平時家用的食用油我都是用同一個牌子的，我就覺得啊，它這些的果仁做的這些醬可能都會很正，我就很想買回來試一下。接著呢就是這個的 Peanut Butter，是不是都很 Q， 有個小小的大笨象在上面。但這個吸引到我是因為它是 organic raw 和 stone ground 的，就是它是用這個石磨的話，那它就可以將它最原始的味道和營養留在裡面的。 See， 我不是只是因為個樣子，但個樣子都非常之可愛的。對不起，我剛才講太話，不是 peanut butter， 是 hazelnut butter， 這個我都非常之期待去試。最後一個醬呢是一個 nutzo 的這個 chocolate key，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啦，如果你看到 keto 的话，即是它是生酮飲食，即是如果你是想減低你的糖分啊，或者你是不吃得糖的，即是糖尿病的话，你看到 keto 的产品呢，通常对你来说都没问题的，你买它都 OK 的。通常用来取代呢都是用罗汉果糖啊，或者 stevia 啊这样。但要留意呢，通常 keto 的产品呢它的油分都是高一点的，所以这个自己都要留意的一件事啦。另外我买了 keto 的产品呢，就是这个Cookie Bites， 咁佢就係 Super Fat by Perfect Keto。佢呢個入邊除咗 keto 啦、無糖啦，哇有 collagen 添喎，仲有 grass fed， 好 fancy 喎呢個，同埋都係 gluten free。前排突然間我係非常非常非常之想食呢一個嘅 pancake 啦，所以咧我就買出呢一個杏仁粉做嘅呢個嘅 pancake mix 啦，同埋一個 keto 的 maple syrup。 除了煮嘢食到用到一些健康的產品，我都有買 supplements 在上面。之前我醫生 prescribe 給我的牌子啦，還有一些我吃開的牌子，那些 supplements iHerb 上面都有的。 Throne 這個牌子呢是我的醫生之前一直有叫我吃開的啦，我到現在都是 keep 住有吃的。咁我又補充翻咧，我已經食完啦。這個咧係 basic nutrients 嚟嘅，這個入邊有維他命 A、B、C、D、E、K， 跟住等等咁嘅一啲嘅營養啦。如果你身體冇咩特別嘅病痛，想補充一啲基本嘅維他命，或者其實你想揾一個好嘅 multivitamins 嘅話咧，這個咧我都好推介嘅。跟住係呢一個 berberine， 呢個係因為我有多囊卵巢失調啦，調教我啲荷爾蒙同埋我嗰啲 insulin resistant 咧，我去食嘅一個 supplement 嚟嘅。跟住最後一個 Throne 度買嘅咧，就係呢一個嘅 probiotic 啦。叮叮，其實我覺得食 probiotic 係非常之緊要啦，因為腸道嘅健康係控制一切啊。我點可以令到我個吉健康啲咧？你身體嘅健康啊、情緒啊，好多嘢都會因為你嘅腸道健康影響啦。這個係其實真係好多人都冇去留意同埋了解嘅一樣嘢啦。這個亦都係我嘅醫生推介，大家都係可以去 check out 一下。這個係非常之 you know。最後呢我就是買回一個新的清潔用品，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我的 favorites video 的話，會知道這個 Mrs. Myers 的 Clean Day 的這個平面清潔的噴霧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我家裡這支已經快要用完了，所以我就要買回一支回來補充。 OK， 真是最後一樣了。哇，你看我這個殼，我真的買了很多東西。噠噠噠，都是這個的 Mrs. Myers 的，這個是一個蠟燭啦，它這個是那些 soy candle 來的，還有都是用 essential oil 啦，在家燒這個呢就不會有一些毒氣在放出來。這個很香，很 refreshing。我第一次買這個味，這個是什麼味？這個是 Lemon Verbena。 哇，這個 Jade 一定都會很喜歡。好香啊。
其實我真的買了 IR 很多年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有很多的 order records 的咯，有很多的 categories， 有不同的健康需要都非常容易找到。同埋講真，而家去到呢一個嘅年紀，或者近呢幾年，我健康令我了解到好多嘢，去學識咗好多嘢，係我最想投資同埋 invest 落去嘅嘢咧，一定係我嘅健康上面。所以買呢一啲咁樣健康啲嘅產品啦，去照顧多啲我自己嘅身體咧，一定係我而家最高嘅 priority 咯。You know what？ 等我哋而家用呢個嘅時間，整一個簡單快快脆脆嘅 recipe with my new goodies。我要同大家 share 最近一個我覺得非常之方便早餐，我好鍾意做嘅嘢，就係、是、一個用一個杯呢就可以完成我嘅一個 oat breakfast。 首先呢，我會用呢一個嘅 cacao powder 加一茶匙落去啦，加少少熱水落去，跟住呢就可以攪勻佢啦。嘩，已經好香巧克力味，跟住加少少 chia seeds，跟住就加啲 oat 落去啦，我用呢一個咧都係冇麸質嘅，為咗喺早上咧加翻少少健康嘅油份咧，令到個腦喐得好啲，加一羹嘅椰子油落去咧，就會令佢更加香呢個椰子味添。OK， 跟住再加熱水，超級容易快靚正嘅早餐 ，ta-da！ 同埋 it's good for you。抱住呢個 sharing is caring 嘅精神啦，如果大家睇完我呢條片係覺得，我好被啟發啊，好想喺生活入面改變一啲健康嘅習慣啊，買多一啲 alternative 嘅產品，你就可以用我嘅專屬 discount code。Wow。咁你就可以有呢個即時嘅優惠啦，喺 iHerb。正所謂生命滿希望，前路由我創。It's the time, we got this. High five, everybody！ 好，我而家食埋個早餐咧，就要 get ready 先。我約咗我嘅戰友今日去好 chill 嘅 cafe 嗰度做嘢。今日 ，OK， talk soon。Good morning。Hello。佢係最好嘅，今日超級好天啦、啊。我已經非常之期待喺 outdoor 度做嘢嘅生活咯。今日嘅呢個 office， 噠噠，食呢一個嘅 vegetarian omelette， 要加我最愛嘅 baked beans 同埋我嘅齋啡。同人個夾一齊坐，我想講呢個係一個鮮為人知嘅一件事啦。但喺半山嘅 Feather and Bone 嗰個嘅咖啡店入邊係有最好味、最好味、最好味、最好味嘅 cold brew。如果大家咧有機會經過行到咁上，或者專登去 Feather and Bone 食飯嘅話咧，記得要去 try out 佢個嘅 cold brew， so yummy。我亦都買咗杯 latte 俾我今日呢個 shooting 史上最強嘅 stylist。Thank you。Good morning。早晨。so good。我直情咧系香浓到有啲 caramelize 咗嘅味咁样。同埋我想讲咧，即系天助我哋也啦！今朝一起身嘅时候，见到出面有晴天、太阳同埋蓝天，我就觉得。我见到有有咩？你见到有咩啊？有啲乌云。有乌云咩？今次呢个 shooting 啦，我准备咗好耐，平时成日都喺镜头前面啦，其实。我而家做嘅 creative consulting 嘅工作咧，好多時都喺鏡頭後面啦。我今次就安排咗成個呢個 shooting 嘅 creative direction 啦，呢個 campaign 嘅方向啦，揀地方啦，統籌所有嘢啦。而家終於都出發，同埋呢個係我想影咗好耐嘅一個 idea， 所以我真係非常之期待同埋開心。就是我們今天 shooting 的 location 啦， The team。 上次來的時候不好天，今天太陽勁好啦， Look at the sun， 好靚啊。我找到這一間的 villa 是 insane。 這個真是一個 shooting 完美的地方啊。 Ta-da！現在是有100分。 Hello， 現在是10秒的休息時間。 Cheers！ 再見。
看看，哇！